之所以叫这名，是相传这片水底下埋着闯王李自成的宝藏。虽说是传言，但信的人可不少。不过那些下水寻宝的都没能再上来，这时间久了，怪事儿就多了。传的最多的就是这地方常有水鬼抓替身。这么好的货，对不对劲的也就这一回了。要不是你娘等着钱抓药，说啥也不来这个鬼地方闹事。再碰上一个竖着走水的，十条命也不够搭的。老师傅，这地方为荡风过穴，风凹必阴湿，是为无气而失宁。这亥水在北，又属九阴之地，聚阴气而受阳气冲，这儿的事还是不捞为好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撞着什么东西了。哪来这么大块木板子？烟，我烟袋。水往东流，它怎么会往西飘？你也不想一想，这铜烟袋孤儿怎么会浮在水面上？你再看看那块板子是啥？这是棺材板子。爹，在那儿。这个女尸怎么脸朝下呀？邪得很。看那月亮。老师傅，这事捞不得。端人碗，守人管，吃人饭，看人脸，自古以来那钱就没那么好赚的。鬼可怕，妖可怕，到头都比不上穷可怕。老师，快！这船怎么划不动了？这事不牢了，儿子，二娃子，二娃子不见了，那具烈尸呢？神符借神火，妖魔邪祟无处躲。宝葫芦酒，
你怎么了，二娃子？三下绳子，你就回了。十三，这捆门大煞得很。放心。最后怎么着？说是四个人就活了一个，来喝茶。你喝。我喝着呢。那您说说，历史咋就不能捞？人死如灯灭，他做个啥？哎，历史是冤杀，谁捞谁倒霉。历史是因为水下有暗流，捞尸人下了水，十有八九会被卷走。捞尸人的禁忌虽不是空穴来风，也并非是你们说的冤鬼凶煞。有船靠岸喽！清源镇林家宅近来频发怪事，我受托前去查看。荒山无灯火，行路自掌灯，灯燃无忌讳，灯灭无再行。殷先生是个好人呐。你要去的那林家宅，据说比这鬼门灯可邪性多了。您独自一人，还是不去为好。鬼魅不一定在阴间，阳间也并非都是人。变人鬼驱邪祟，分内事而已。您这样的阴阳先生真是少有。恶鬼只找冤债主，人为私欲把命诛。见过人心。谁害怕鬼？
想不到几年前我们捞尸的事情竟被人传得如此荒唐。我们捞尸？三，你说这世上有能把人变成木偶的法术吗？没有。我知道没有，但总有人以为有。这里名为名园，传说多年前有个女孩死前对这里下了诅咒，来此地者会丧失先知，如活死人一般。久之，这里变成了乱葬岗。林中瘴气，莫非是毒蛊所致？这儿的管家已等候殷先生多时，您来了，这事儿就有解了。请随我来。才之意，从上到下分为天字号、人字号、地字号，每层八个房间，又分别按照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命名。怪事得从这地上的脚印说起。这脚印有什么奇怪的？这可不是人踩下的。在这儿站最久。说什么？谁住里边？掌柜的跟夫人。冲他俩来的。谁呀？这是？掌柜的，这就是殷十三，殷先生。哎呦，殷先生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这就得关门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几天晚上总有人听见裴元的笑声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裴元是谁？找我来，又不肯实言相告，爱莫能助。掌柜的，实话实说吧。裴元是我们家的一个丫鬟，
这事儿还得从前几日给我儿子配阴婚说起。少爷，我们这给您送钱呢，您可千万别为难小的。当家的，这戏还唱不唱啊？唱不唱？唱。朱家的，时间到了，可以不来开锣了。快快快，开开开开！破台了！圣诞京城恭祝一对新人，锣鼓喧天，尽会八方鬼神，请观走。最近事出反常，依我看是什么声音呢？好像是坟里传出来的声音。假的，朱家的，都假的。朱家的，你可得实话实说呀、啊！这坟里埋的是死人，还是……这都埋进坟了的，哪还有活人？关刀斩冤，这不是说书的戏文吗？谁瞧见了？吴老三呗，那天晚上他守门。不过我倒听宝局里的人说，吴老三那晚上可是在桌上推了一夜的牌九。就算吴老三说瞎话，可真有人半夜三更在坟地里看到裴元了呀。第二天我特意去坟地查看，坟的确被挖开了，裴元不见了。那孩子是被你们活埋的。那签了卖身契就是我们家的牛马，跟我儿子成了亲，身份反倒高了，按大清律也无非就是罚点银子。如你所说，见过人心，谁还怕鬼？这事儿太过蹊跷，掌柜的就请了个先生来看。无量慈悲，慈悲无量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孤魂幽魂快现形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孤魂幽魂快现形。老爷，不妙，大不妙啊！那当下该如何是好啊，法师？办法是有，我得给你找啊！这个办法就是这个办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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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办法，办法，办法，我给你找办法。办法就是招魂，办法就是招魂，你懂吗？就是把他的游魂装在了棺材里，你就万事皆好了。
我俩哎，他又不是狗，弄呼来回去的，啊，那上哪儿找呀？哎呀，办法是有啊，我还得给你找啊。这个办法走，这个办法走，这个办法走，这个办法，这个办法走。不摸不知道，一摸吓一跳，哈哈，这不是一般的银子，这是消灾的银子呀。行了，现在就需要找一个人替你们把魂找回来，这个人必须是身强体壮，胆子要大，就在今夜的子时让他去一趟坟地。为什么非得是子时啊？哎呀，我的老爷呀，世间万物都分阴阳两道啊，日升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是人的自然规律。春种秋收，夏耘冬藏，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。要说这个孤魂的自然规律是啥？昼伏夜出啊！你大白天去坟地，你看啥呀？连个影你都看不见。子时就子时。对，只是到哪儿去找这么大胆的人呢？哎呀，王大胆！掌柜的，都是三位公爷，说好了，那我去了都干啥？要准备一件裴元的衣裳，再扎一个纸童女，然后准备77、49根烧鸡蛋，衣裳给童女穿上，鸡蛋放在篮子里，你背上童女，带上鸡蛋，子时奔坟地。走夜路你要记得，一路上不管谁背后教你，都不要回头，你回头肩上的阳火灭了，你走的可就不是人走的路了。王大胆，一起走不好吗？大半夜的这么急，背这个纸人奔丧啊。路上不要多事，更不能和别人搭话，尤其是背对路面冲你的，那不一定是人呐。有毛病啊，没见过尿尿。人的喝彩马吃野草，再睡一个才好，再睡一个才好。钱也没用，不如留给有用的人。那里一共18座坟，你在另外17座坟前各放一个鸡蛋，然后你把纸人背冲西面冲坟立好，在他身后每隔半米放2颗鸡蛋，放上2918个，再拿7个鸡蛋在坟东按照北斗七星的位置摆好，最后7个放进棺材，一切弄完你就等着，什么时候看到纸人倒进棺材，你就盖上盖子贴上符，就可以回来了。
说的不是这个。把我的银子还给我，死人的钱别跟我。我见王大胆还没回来，说是他死在棺材里了。这还不算，去看他那个下人，当天夜里也死了，七窍流血，可吓人了。哪儿请的先生啊？分明是一个江湖骗子。可不就是个骗子吗？骗了我们十两银子呢。所以，这才有劳殷先生大驾呀。他正是裴元这个妖女下的诅咒。东子，天快黑了，还不回来呀？这地方闹鬼。哎呀，你又没做那些伤天害理之事，身正影不邪，快进来，进来。殷先生，就是这孩子，裴元回来，只有他看见了。这双眼不争气呀、啊，按理说瞧见的人不该是他。这谁家孩子？二两银子买来的，我怀疑和那两个下人一样，中了毒蛊诅咒才能看见那些脏东西。你都看到什么了？别害怕，告诉我。回来了。裴元回来了。
三哭七笑，不怕鬼哭，就怕鬼笑。东子，裴元穿多大鞋啊？六寸半。对，我拿裴元的鞋跟鞋印比对过，分毫不差，确实是裴元的尺寸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阴阳分两路，人鬼皆殊途。人知鬼恐怖，鬼晓人心毒。我去把屋子给您收拾一下去。人心的恶火，佛都扑不灭。你拜他，他肯救你吗？你配阴婚的生辰八字还是你给测的呢？外面大把的死人你不寻，把一个小孩子活埋了，你们的良心被狗啃了。神听楚师，木听将，地脉神龙听阴阳。眼识可遇百般物，七十二术是无双。见过前辈，晚辈殷十三，跟您应属同门。年轻人，骗人难骗己，助纣不助虐。他们怕的是裴元的冤魂，你也要小心心中的恶鬼。好自为之。若无执念在心头，人生何处不清欢。今夜是裴元的头七，你们关好门，谁都不要出来。师父，你又把它放箱子里了。
今日所听之事，你怎么看？我想，关刀斩冤，不过是吴老三犯了毒瘾，擅离职守，推了一夜牌九，又怕掌柜的怪罪，才编了这套说辞。而王大胆，八成是对陪葬品起了邪念，但酒喝太多，失足摔进棺材，丢了命。至于那些泥脚印儿，估计是有人装神弄鬼。我倒希望真的是裴元的冤魂索命，像掌柜夫妇这样的人，活着不如死了。我虽是个阴阳先生，看风水断吉凶也要有章可循，但如今乱世，封建愚昧荼毒人心，竟还有活人殉葬这等荒唐之事，我又岂能袖手旁观？畜生披上人皮，看起来像人，但仍旧是畜生。畜生的事，不管也罢。花蝴蝶，芳草地，两个小孩做游戏，其中一个不见了。两个只剩一，藏好了没？好了。裴元，裴元，我找到你了，在这里。裴元，裴元，你是不是在这里？灯子，你是在找我吗？想办法嘛！
匣子给我锁上，天不亮千万别开。当你陷入死循环，万事无解，面对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。阴阳之道常有论言，人之所以会神志不清，看到脏东西，是因为蛊毒刺激神经，从而产生幻觉。要想找到蛊为何物，寻根方须入幻。
想占我的眼。事无头，无味无香，去殉功入墓，死门。像谁？小生告辞了。英九叔，你衣服破洞了，脱下来，我给你补上。东子，英九叔都叫你啥了？我叫裴元，我和东子是最好的朋友。真好，真好。等你也能靠表演木偶戏赚钱了，咱俩就赎身离开这儿，我给你当媳妇儿。可是掌柜的肯定不会让我学这个，我还得给他们干活呢。你夜里就在这偷偷的练，我陪着你，反正这个地方只有咱俩知道。你肯定不告密，绝不拉钩。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哎，殷九叔配的这个配姻亲的八字，
未免也太毒了些，这样的人哪儿找去啊？你个榆木脑袋，这去外面找不还得花银子吗？那咱家正好有一个。有吗？裴元啊，和这上面的八字配得上。哦，豆子哥，我不想死，他们要把我跟少爷一起埋了。你别害怕，你就躲在这儿，我保护你。说不说？裴元呢？再问你一遍，不说就打死你！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！打！人殉葬，荒唐至极。封建执念，万恶之源。掌柜的夫妇看似被害，实为行害者。若不是鬼迷心窍，让裴元陪葬，万事皆无。小东子内心愧疚，想讨一个公道。却不曾想一步错便开始步步走错，被害
反成了加害者。不迷信怎么会做出结姻亲这等蠢事？不迷信又怎么会被鬼神下放？杀了丈夫，吊死自己，恶有恶报。可惜了洞子，不知道他心中这片阴霾何时才能消散。老先生，哎呀，有事吗？我想请殷先生帮帮我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的木偶可能被裴元附身了。神像上什么香啊？上就上了，你怎么还睡在地上？我没上香啊。都是你搞的鬼，你想害师父，门都没有！你想害我师父，你想害我，你想害我师父，你想害我！到了，哪去了？找不到。
嚷嚷呢？你看见我眼睛了？喝了它。这什么呀，师傅？喝了它。且不说这世上本无鬼，就算是有，他又凭什么找上你的师父？这孩子，看聊斋之意，魔怔了，整天的胡说八道，有点走火入魔，叨扰各位了。木偶，掩人术，你见过的？对，就是他。想起什么呢？曾经，我还碰到过那么一档子怪事儿。抓你来
是问清了婴儿的特征，答应给留意着点。时隔几年，我在外乡的一次庙会上，看见一个洋人举办的马戏团里，有个脸上带着块胎记的孩子，他很像当年那个女人的儿子。只不过，这个孩子没手没脚，被放在玻璃缸里，像怪物一样供人观看。彩笙蛇歌，拍画的人贩子真是泯灭人性，丧尽天良。时至今日，竟还有人想用这种方法为非作歹。如果老师傅成了傀儡，那是谁操控着他呢？那个像裴元的木偶？愿你早登乐土，早登乐土。裴元姑娘，你仁德贤良，心地良善，人间不值得，希望你能够放过众生。裴元姑娘，来。嘴里一直念叨的是裴元的八字，他认为自己是害死裴元的元凶。陈阳照着裴元做的木偶，彻底击溃了他师父的内心。他把木偶幻想成裴元，想要保护他，以此来弥补之前自己犯下的错。所以陈阳为了救师父烧掉了木偶，反而使师父彻底疯魔。为了自保，他误伤了师父，也难为这孩子了。老师傅的无心之举，没想到会害死小裴元。
封建愚昧终是枷锁，但枷锁得破。此行一趟，如同入了镜花园中的双面国，真是人有千面，唯心自知。大凡宇宙万物，皆有一正一反，天地有分阴阳，何况芸芸众生？如此说来，世人皆是阴阳先生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两天没瞧见您了，这是去哪儿了？实不相瞒，我夫人她中邪了，我把十里八乡都跑遍了，本想找个阴阳先生给她看看，可怎奈囊中羞涩。你看她的邪。出门走得急，穿错了。怎么个正邪？有天夜里，我俩赶修。这坟地里怎么还有花轿呀？哎，别乱吃，那不是给活人做的。死人还能坐轿呀？别问了，抓紧赶路啊！愣着干嘛？走啊！怎么了？那顶红花轿。什么红花轿？刚才在坟地看见的红花轿，就在前面。哎，魔怔了你，前面什么也没有，快走。真看见了，你也别吓我，你真没看见。陆心，陆心，陆心，完了，别过来。陆西，哎，怎么不长灯呢？陆西，陆西，你怎么把出嫁时的衣裳穿上了？陆西，我跟你说话呢。陆心，夫人。世间有人说，嫦娥是被庞蒙所迫，无奈之下吃了仙药飞上月亮；也有人说，后羿从西王母那儿讨来仙药后，嫦娥就独自偷服仙药飞到月宫。你信哪种说法？你信第二种。为什么？在你心里，人心皆恶吗？你上来说嘛，干嘛非要我下去？嗯，下去了就能和嫦娥一样飞天成仙，真的？可不信骗我。那好，信你一次。真是，真是，真是。陆心，
要不是那天我及时找到他，估计……从那开始，他总是乱跑，白天根本看不着人，三更半夜才回来，身上湿漉漉的，还总摸自己的肚子。你二位说说，这不是中邪了是什么？殷先生，您看呢？等他回来，你来天字号前字房找我。哎，看来咱们俩得晚走两天了。他媳妇儿的脚可够大。陆西，是你吗？陆西，谁啊？谁在里面？陆西被水溺了，你快看看吧。陆西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，我抱着呢。你自己看一看。陆西真的存在吗？自从你回来，就只有你一个人。陆西从未出现过。你拉得下脸，我们还丢不起这个人呢。走，我嗯，回来了。好看吗？哪来的钱？
给你，有了这钱，你就能娶我了。我才不要你的脏钱！这是我挣来的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这是你挣来的，这是你卖身子挣来的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这是我把嗓子都唱哑了才攒够的。你信我，你相信我。前死的那个女孩，所谓的诅咒只不过是人心里无法消解的执念。有执念的人很难被真实催眠，即便进入了浅层催眠，他能想起的也是心中的执念。所以这些人只有进入深度催眠空间，去正视自己内心里最不愿想起，选择去忘记的那些回忆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
像不像裴元？你在干什么？裴元说他想你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不打扰师父休息了。是我害了你，不要缠着我。裴元，裴元，裴元去哪儿了？裴元，裴元，裴元，你去哪儿了？裴元，裴元，
谅我。裴元原谅我。去哪儿了？回来吧，穿上红嫁衣，永远在一起。
现在你明白了吗？能照进你内心最深处的阴暗，可你跳进自己挖下的陷阱，也步入了亲手搭建的迷宫，于是你开始坠落破碎黑暗，自己却也成了罪恶的一环。所以炎人说根本就不存在。当宝葫芦找到我，告知你的近况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我发现我忘了最关键的一点，你也是这件事的相关者，只不过你从心里把它遮盖起来，不敢直视。但遮盖不是剔除，它仍在那儿。露西就是那个唤醒你记忆的人。万物皆有裂痕，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你被伤害，心上有裂，而你伤害他人，则留下不可磨灭的痕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局。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不愿告人的秘密，藏的时间久了，连自己都不敢再看。但生而为人，须行正路。躲藏执念，它也不会消散。只有心无害人之念，你才能真正战胜心魔。贪心、嗔念、痴想为三恶道，心性阴暗，执迷不悟则堕其间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救人渡己。在这尘世间，阳光下，人心里，静处不藏垢，心不可生邪，一念之差便是无间。我怎么听说那个裴元是个会邪术的妖女，把明年变成乱葬岗的就是她。殷十三就是因为她才有了心魔，还是露西请了师傅出山帮忙才把她给救了。她帮别人取出心国，最后发现自己才是中国之人。对对对对，好。